停牌核查才是终点。三洋马16天16板股价涨超401%，一千才赚4万元。12月21日晚间，三洋马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在深交所官网发布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即停牌核查公告。公告称，三洋马自2021年11月30日上市以来，连续多日涨停，期间多次触及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因近期公司股价异常波动，为维护投资者利益，公司将就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进行核查。三洋马将自2021年12月22日开始起停牌，自披露核查公告后复牌。 AI 财经社获悉，三洋马11月30日登陆深交所，上市首日开盘价19.2元每股，若按12月21日当日96.23元每股的收盘价计算，三洋马16个交易日累计涨幅超过401%。值得一提的是，三洋马发行价格为16元每股，1500股需缴款8000元。公司最新股价为96.23元每股，对应市值48115元。若持股至今1000，可赚4万元。公开资料显示，三洋马是一家主要通过公铁联运方式为汽车行业和啤酒、饮料、洗涤用品等非汽车行业提供综合服务的第三方物流企业。招股书显示，近几年汽车运输业务为主要营收来源，约占总营收的85%。